我们要建成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。现代化离不开农业、农村现代化，要把扶贫工作后乡村振兴衔接好，农村的生活奔向现代化，越走越有奔头。中国共产党执政的 唯一选择就是为人民群众做好事，为人民群众幸福生活拼搏、奉献、服务。